案馆长有来吗？没有来。今天是副馆长。因为一组要价120万沙发国美馆被轰爆，还卷出富人干政。立委质询文化部国美馆长林志明却避风头，但立委可没打算就此放过。馆舍的维修、家具的采购，到指挥策展、介入标案等等。弄得馆内啊，上上下下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立委说，国美馆员工怨声载道，馆长夫人彭安安什么都要管，除了指定要帮国美馆办公室采购120万名牌进口奢华沙发，连马桶也要指定品牌。当时文化部火速回应要政风调查，但国美馆竟然发新闻稿反驳没有政风调查，还说周刊爆料损害林志明声誉，要用法律途径捍卫清白。可以直接跳过秘书处去指挥。底下的承办的员工介入这么深，你看交易厅设备及施作工程密密麻麻，这个都是他指挥的。立委黄国书直接秀出彭安安给国美馆员工的讯息，针对宿舍改建，他一下列出十多项要求，包括饮水机样式、双门冰箱指定品牌，还要求厨房一定要有中岛，内装电磁炉，台面要人造石，侧边要木板，写得好详细。彭安安还用老板口吻问国美馆员工：“你现在做到哪里了？我传给你的东西不可以外流，甚至厂商提供的建材报价单都直接报给林太太，也就是彭安安。”那么林馆长啊，他已经提出哈、啊，那么这个借调期满归建的申请，那么我也已经同意了。Okay, 那么任期到这个10月26号。因为夫人干政，林志明任期满了不续聘，但文化部表示该有的政风调查不会停，2周内将查清，如有违法将送法办。三立新闻李维婷、周宁台北报道。